你守望过黎明吗？几个月如一日的四点早起，抓住夏季最美的那几天，无数次同一地点的守望，披星戴月，虫草为伴，黎明微光之时，心中那份期望望眼欲穿，一点点的城市开始苏醒，朝霞烧红天边，当清晨地狱里微光照亮脸庞，追光者们就在那里。人们总会想，我不是专业摄影师，能拍好吗？绽放似乎需要长时间的练习与坚持，似乎需要慢慢蓄积能量，似乎需要经历挫折苦难。然而当你自信于眼前的美景，当你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一起，和心爱的家人一起郊游玩耍，当你沉浸在这幸福时刻，想要记录下这一切，当你遵循心中的那份悸动，勇敢拿起相机记录下这一刻，绽放便开始了。穿越大海山河，从心而动，把握仅有五分钟的窗口期，将日出剪影定格在底片中，跟住夕阳海边奔跑的青年，抓住温馨玩耍的时刻，见证凌晨三点的暴雪，抓拍大桥上孤独行走的少年，一年一次的超巨晚霞，金骨灰洒满城群，抓住景观灯亮起的瞬间，让江城不夜，让赤子之心不眠。追光者的绽放就在旅途开始的那一刻。